浴室滑了一跤，让戴和明全身失去知觉，不能动弹。他第一二颈椎之间有明显的这个脊髓的压迫，这个移位要复位必须要做到颅颈融合。术后配合复健师的指导，从原本要拿拐杖到现在行走自如。下周一，这位人医守护爱与您分享脊髓压迫的治疗与复健。